上个月，夜晚有人喺元朗聚集，喺马路放火堵路，防暴警察施放催泪弹驱散，带走多个人，包括元朗区议会主席黄伟贤。郑兴怡报道。 9月以嚟，港铁第一次喺21号冇提早关闭元朗西铁站。夜晚7点几，有人喺站外撕走墙上面嘅字句。防暴警员到场驱散聚集嘅人，又截查附近嘅人，并带走元朗区议会主席黄伟贤。到8点几，有人行出合益路，用纸皮箱等杂物堵路。 又有人掟汽油弹，现场有火光。到近9点，速龙小队同防暴警员到合益路发射催泪弹驱散。有警员施放胡椒喷剂，有记者被喷中，至少3个人被警员制服，双手束上索带。 人群未有散去，警方再举黑旗同蓝旗警告。又喺建业街游乐场截查至少6个人。之后有记者俾胡椒喷剂喷中，要洗眼。你俾个位我先，放低。大批防暴警员继续喺附近戒备，带走一个男人上警车，又截查至少20人。有线电视。